各位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哋咧就系、生命恩泉香港嘅团队啊，咁我就系呢一个香港团队嘅总干事啦，陈永坚。咁嚟紧咧喺我哋嘅就嚟开始嘅将临期吓、啊，我哋都会咧系每一日系有15分钟嘅灵修时间吓，咁、啊、都系有一啲嘅灵修嘅讲道啦，有一啲默想啦，亦都有一啲祈祷啦吓，咁、啊、我哋希望咧。香港的特別是香港的朋友呢多多支持我們香港的團隊、啊